为他们说告诉你消息的噻。什么鬼？我明天不如回来，为他们说他给你消息的，我才来和他们说他给你消息。啊！我来告诉他爹的白衣，你告诉他爹。我挖住，俺又不挖住，我是挖住，俺哭了。来家回家洗的，来回家洗的，行的。今天得了回家没说家的消息。啊！你说刚刚疯了。哦，说刚刚疯了。你啊，阿哥说刚刚疯了，你啊说刚刚疯了。今天早上飞，早上飞了娃叔，早上娃娃叔来那边，阿姑的哥，我早上我上我爷位，爷位娃飞了我那位，我晚些被疯了，我先被打了包。哎，你是来找侬？我你打了哪里？你上学了不？我打了哪里嘞你？我在家的。我你我就搞了我老母，叫着抓住来抓，老母了可以，我叫着抓住来抓。哎，阿飞来，我要我叔叔我哩，阿爹飞来，我来叔叔搞了我。那你我的，我老是学伢子你，我老叫叫叫子你，我老没办法。阿爸，那你我的哥，我搞死我了我。我问你阿爸飞啦，以为我？哎嘿，我叫你我的爹，我是我说你，我说叫你我的爹。因为，我这里没阿爹，我搞大了来。我玩雪柜，我玩书库，我书库。怎么来着？我上次给我书库。Hello， 我上班书库，我的班很给，我的班很给你。我给我给你，你有书库？哎，我的班很给你。什么给你？那对我可不还欠我书库？我书库？哎，书库。你讲，你讲，我书库。所以讲，我买的。我叔公，哎，我们小区外面，好像是我叫王万军。啊，外面，谁我叔公你？谁我叔公大弟？我跟我夫人，谁我叔公你？谁我老公看不下来？你叫我叫白夫人，白白老你没事，白白老你没事，白爹管你没事你，你咋这么跟我夫人？谁我叔公就看不下来你，就看不下来你，谁我叔公你？哎，这个我叔公，我叔公，谁我叔公？